百业齐心拼经济，文创交流展未来，认真的女人最美丽，打造真女人故事，创造慈善美丽新势力，认真的男人最帅气，打造慈善绅士故事，创造企业楷模新魅力。秉持大无畏及大联盟的精神，以真、善、美、关爱世界为主轴，创造世界和平与荣华，并达互惠共赢的2022第六届中华全球华人企业慈善皇后、慈善绅士企业家、全球百业亲善大使选拔活动，总主办单位中华全球百业文创交流协会，联合主办单位中华全球艺术文创协会、中华国际女书画家协会，2022年12月24日在新庄海大王时尚宴会馆，邀请影帝刘尚谦和寰宇天使慈善皇后安琪拉担任节目的主持人，以慈善为标杆，让大爱传播，无远弗届。记者邹志忠报道。认真的女人最美丽，认真的男人最帅气，闪耀热情点亮心情，就是我和你。有爱的世界有惊奇，你和我牵手有默契，打造美好新美丽，就要我和你。温暖的双手牵着一起走，敲响和平钟，走向世界的尽头。梦想的源头，幸福的拥有，亮丽的生活伴随你和我。凡事有勇气，熊 OK OK 啦，快乐有自信，熊 OK OK 啦，马吉来收听，熊 OK OK 啦，全球慈善新势力，熊 OK 啦。认真的女人最美丽，认真的男人最帅气，闪耀热情点亮心情，就是我和你。有爱的世界有惊奇，你和我牵手有默契，打造美好新美丽，就要我和你。温暖的双手牵着一起走，敲响和平钟，走向世界的尽头。梦想的源头，幸福的拥有，亮丽的生活伴随你和我。凡事有勇气，熊 OK OK 啦，快乐有自信，熊 OK OK 啦，马吉来收听，熊 OK OK 啦，全球慈善新势力，熊 OK 啦。认真的女人最美丽，认真的男人最帅气，闪耀热情点亮心情，就是我和你。有爱的世界有惊奇，你和我牵手有默契，打造美好新美丽，就要我和你。温暖的双手牵着一起走，敲响和平钟，走向世界的尽头。梦想的源头，幸福的拥有，亮丽的生活伴随你和我。凡事有勇气，熊 OK OK 啦，快乐有自信，熊 OK OK 啦，马吉来收听，熊 OK OK 啦，全球慈善新势力，熊 OK 啦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散播欢乐、散播爱、自信、勇敢、快乐、正能量的熊 OK 啦，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见面哦，希望大家看到我就会很开心，祝大家万事都 OK 啦，赞哦。